多謝主席。繼發起2014年佔領運動後，任教於香港大學法律學院的戴耀廷副教授於本年3月24日出席台北舉行名為台灣青年反共救國團十周年港澳中台及多民族自由人權論壇的活動。他在論壇上發表表示，中國專制政權終有一天會結束，反專制成功之後就要建立民主國家和民主社會，到時港人可以決定是否成立獨立國家，抑或與中國其他地區族群組成聯邦或聯邦。政府於上月30日對上述言論作出回應時指出，任何有關港獨的主張均不符合一國兩制、基本法以及香港社會的整體和長遠利益，並對戴教授的言論予以強烈譴責。戴教授在回應對他的批評的時候，他言論是這樣說，有堅實的學術思考在背後，是學者身體力行去實踐自己學術研究的成果。然而有輿論批評戴教授只不過借學術自由之名宣揚港獨為實，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一、執法部門有否研究戴耀廷教授發表上述言論有否干犯任何刑事罪行，包括《刑事罪行條例》第9條所定煽動罪、意圖罪行，如沒有研究，原因為何？如有研究，結果為何？會否及時及何時採取執法行動？如不會執法，原因為何？二、當局會否向戴耀廷教授或香港大學索取有關他指所指的學術研究的下列資料，研究項目的名稱和範圍，開始和完成研究日期，刊登研究結果的日期，研究開支款項及其經費來源，戴教授用於該等研究的工作的時數，以及參與研究的人員數目，研究人員當中全職和兼職人員的比例又如何，以及是否包括學生，如果有學生參與研究，有關工作時數，及三、教育局有否向各教育機構包括各專上學院發出指引，以防止校園成為散播港獨思想及煽動學生進行港獨活動的溫床。教育局局長是朱凱廸議員。唔該，主席，按照議事規則39B，我希望何君堯議員澄清一下咧，佢引述戴耀廷教授喺論壇時候嗰個發言咧，嗰、那個來源喺邊度？因為我睇翻媒體嗰個逐字記錄咧，其實嗰個發言嘅內容係並不是如何君堯議員引述。請你坐低，何君堯議員，你是否願意澄清？主席，我是在這個網上查察有關的言論，所以呢我在這裡就沒有個注釋，但是如果朱凱廸議員有興趣了解多一點，我稍後奉上。教育局局長。主席，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的序言清楚說明，香港自古以來就是中國的領土，為了維護國家的統一和領土的完整，保持香港的繁榮和穩定，亦都考慮到香港的歷史和現實情況，國家決定在對香港恢復行使主權的時候，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的規定設立香港特別行政區，並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制定基本法。基本法第一條清楚指出，香港特別行政區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可分離的部分。基本法第12條亦都清楚說明，香港特別行政區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個享有高度自治權的地方行政區域，直轄於中央人民政府。由此可見，香港從來都是中國不可分離的一部分。一國兩制是香港回歸後保持長期繁榮穩定的最佳制度安排。每一個熱愛香港的人都有責任全面準確地確保一國兩制在香港沿著正確的方向前進，都有責任向任何衝擊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的行為說不，
都有責任培育下一代成為具國家觀念、負香港情懷和對社會有承擔的公民。任何有關港獨的主張均不符合一國兩制、基本法以及香港社會的整體和長遠利益。社會尤其對教師和教授有相當高的期望。就戴耀廷副教授發表有關香港可以考慮成立獨立國家的言論，特區政府已經在今年3月30日予以強烈的譴責。就何君堯議員的提問，本局現在回覆如下。問題的第一部分，特區政府已經在今年3月30日的聲明重申，任何有關港獨的主張均不符合一國兩制、基本法以及香港社會的整體和長遠利益。行政長官在今年4月會見傳媒的時候亦都指出，特區政府和香港社會都有責任維護國家安全、領土完整和國家發展利益，因此任何鼓吹港獨的言行都是完全不可以接受，是違反憲法和基本法，破壞一國兩制和特區的繁榮穩定。對於任何可能涉及刑事罪行的行為，一如既往執法部門是會依法處理。特區政府問題的第二部分，特區政府在今年3月30日發出強烈譴責聲明，是針對戴耀廷副教授有關港獨的言論。政府是必須以正視聽，這個完全不是言論自由或者學術自由的問題。我們是依法保障和尊重學術自由和院校自主，大學和他的教職員從事什麼學科或者項目的研究，完全是由大學自行決定。根據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程序辯覽，提出及接納研究項目是屬於院校的自主範圍。然而程序辯覽亦都同時指出，自主權不代表院校可以罔顧公眾利益。我們相信院校是會按照法律和既定的機制處理校內的事務，而本局亦都沒有搜集個別學術研究項目的資料。但鑑於戴耀廷副教授的有關言論已經引起社會的關注，亦都因應立法會議員的提問，本局已經向研究資助局和香港大學作出查詢。根據研資局提供的資料，研資局沒有資助戴耀廷副教授進行任何鼓吹港獨的學術研究項目，而港大則表示，港大學者包括了戴耀廷副教授的研究發明、研究發現、學術會議的發表、著作等，其實已經詳列了在香港大學學術庫，是供公眾參閱。問題的第三部分，我們一貫的立場是任何鼓吹港獨的主張和活動均不應在校園出現，亦都請教育界提防港獨的分子滲透校園。我們一直與教育界就不同的事宜保持聯絡，亦都在有需要的時候為他們提供支援和意見。事實上，教育界近年在處理政治化事件上已經有一定的經驗，亦都應對得宜，發揮教育專業的精神，確保學生可以在安全、有秩序和專業的教學環境之下學習，亦都是在有需要的時候向學生提供輔導。大專院校是獨立自主的機構，教育局相信校方有責任，亦都有能力妥善處理校園裏面發生的事，照顧學生的利益。大專院校有責任確保在院校的各方面的運作中不會出現違反基本法的事情，包括應防止有人濫用大專院校的平台和資源推動港獨主張和活動，這個亦都符合公眾的期望。就此，各間大學其實已經明確表示不支持港獨，亦都認同港獨是違反基本法。政府和各大專院校亦都致力維護受基本法保障的學術和言論自由。與此同時，鑑於專上教育對香港社會發展的重要性，政府和公眾關注各大專院校的運作，亦都是屬於合情合理。師生亦都應該留意基本法第一條和第十二條，尊重法紀，慎用言論自由。在基礎教育方面，我們曾經在2016年8月發信給全港的中學校長和老師解釋本局的立場，亦都呼籲他們繼續秉持著專業操守，緊守工作崗位，保障學生免被誤導而參與鼓吹違反基本法或其他違反法律的活動。教育局人員亦都不時與全港公營和直資中學校長會面，就處理具爭議性的議題，包括港獨這些事，是與校長討論和作出建議，亦都促請學校做好基本法的教育。
與會者亦都分享過往處理同樣事情的經驗，討論點樣可以引導學生建立正確的觀念，集思廣益。多謝主席。何君堯議員。主席，局長剛才給的答案就令我很失望。第一部分明顯地應該是律政司要給予，但是當然現在他代表律政司裏面說依法處理，但不要忘記那個3月30號的聲明出了之後，到現在已經一個半月都沒有任何行動，這個令人感到很失望。答案是完全幫不到我們了解這件事的進度。談到那個教育方面來講，如果是單純去說教、討論或者是呼籲有關方面來講是應該要怎樣去做同埋去避免這個港獨，但是局長亦都沒有講明究竟有啲乜嘢嘅行動會採取，倘若係如果再有咁嘅事情發生，點樣追究呢？我哋大家都知道道理喺邊度，但係而家就犯咗事而係唔需要面對後果，這個就係我哋而家香港最大嘅問題。多謝。局長有冇補充？主席，如果講喺學校裏面發生咗啲事，過往曾經發生過嘅，可能學校裏面，尤其是喺中小學裏面，有人喺校外嘗試去派嗰啲單張喺學校裏面。咁學校過去亦都有採取一啲適當嘅措施，包括咗沒收咗呢啲唔好嘅單張啦。亦都有同如果學校裏面有學生嘗試去宣傳或者推動一啲咁嘅概念咧，學校亦都會採取適當嘅行動咧，去教導學生，令到佢哋明白咧，即係基本法裏邊咧嘅要求。至於執法嗰方面咧，其實我哋對任何香港特區政府對任何犯法嘅行為咧，都會依法去採取行動。多謝主席。